科医师。有流动测速照相，限速50公里。前方请右转进入南港路 B 段。你如果走刚刚那个300公尺后，请靠左。前方有流动测速照相，限速50公里。前方请靠左。不要拍了，我走到门口就好了。
上次提醒我去那个前年的时候。